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海底总动员的好朋友都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了，这些都是海底总动员的朋友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尼莫小丑鱼。哇，这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丑鱼哦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出发吧帮帮龙变形机器人变形汽车玩具。它现在是一辆小汽车，它又可以变成一只恐龙啊，很有意思吧。我们来把它变成恐龙。小汽车的后面可以变成恐龙的尾巴。小汽车的轮子可以变成恐龙的脚、恐龙的腿。哦，恐龙，维斯，它的名字叫维斯。维斯的手藏在这里，现在伸出来了。它的脖子很有趣儿，可以伸展哦。这样就是伸到最长了，这样子就是最短了。把它的脖子伸出来一点，它的嘴巴可以张开。哇，它现在变成了一只维斯恐龙。这是恐龙的尾巴哦，好可爱哦。恐龙的脚也可以变出来呢。恐龙有了脚就可以站立咯。接下来我们再把维斯恐龙变成小汽车。先把它的嘴合拢啊，然后脖子给放到最小的程度。轮子啊，可以，腿啊变成了汽车的轮子，还有恐龙的尾巴，这样可以打开，这样子就变成了小汽车的后面的尾翼。然后这边的腿也是放到这里，变成了小汽车的轮子。把脚给伸直啊，维斯的手放到原来的位置。看哦，维斯又变成了一辆小汽车，和原来的小汽车一模一样哦。哇，维斯小汽车后面还有两个排气筒。这是一辆红色的维斯小汽车。这是一只恐龙汽车。哇，好可爱，好有趣哦。真的是一个百变的小汽车。小汽车的上面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形状。
好了，小朋友，这款维斯变形汽车、变形恐龙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小朋友，拜拜。